根据东国铁路幺子三零六网站嘅消息，自今日4月10号起，下深高铁将按时上500公里特殊运行，并优惠调整列车运行时刻。到厦门北至深中北之间开行准备两点半钟可通达列车。届时铁路部门化将对下深高铁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惠调整。目前汕头站市划总交界动车组列车。 更需要经过下深铁路，其公布票价也将调整。另外，昨日2020东国汇水年度能力活动推上吉安，到北京结束，各界协会每就本会最爽，代表性项目，调节各界协代表性团承担，要上超，放上有名。是话说，是为获得该项殊荣嘅汇水团承担。好，来台今日嘅节目。 元宵佳节，民国医，南江花落，但庆贺。昨暝，阿青花山头节集会会，多少公分举办，花烛阿青，跳烛山头，庆元宵主题活动。现场，我只小学生手怪界，八百八十六转，或将元宵灯，齐齐点亮，将小公分点出到五彩缤纷。参与活动界各界代表及知名游客组织，光灯相关。 很想用入阿青王树界主题展望，更好佳作。站在布店，小公园桥楼顶传出了悠扬壮志界调酒音乐，两位调节荧光出镜到桥楼二楼的阳台上，才会拍开声后，就迎来了光阵界叮叮响声。荧光带来的调节，登山红娘光灯双灯，江树界是一间以王小作为背景界浪漫爱情故事。 此时此景，南门主人公创作小公园相偶，呈现了元宵商店游园的场景。徛楼下，阿青花吉祥妹金凤华，上有加入潮汕联合部队甲车师队，再过西部欢庆元宵，随后现场举行点灯仪式。 四面学生跨起花灯，瞬间周围的花灯同时躲起来，顺利倒彩。制作花灯时，阿青上学，何兴村庆元宵节，汕头几只学生手拐花灯点亮元宵活动界参赛作品。听北京空的倡议，先伫水之界快活潮江，街头界是老街会对新意界每好状元。对汕头即将举办阿青花的期待，把亚青的主题。 融入到这个花灯的创作当中，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的汕头举办亚青，把桥的文化融进去，使我们汕头的发展会更好。汕头几只学生手拐花灯点亮元宵活动，更受到参赛嘉宾罗春川，金明淑平会庄家加时代表等主持人评审团评比，最终评出一二三等奖，优秀奖，水果飘香红橙奖。 最佳组织奖等奖项作品《南北画传》，咱们都现场电视界是参赛单界八百八十六串花灯。这双元宵灯上，会有潮汕民歌、小公园灯、红头钟、三角歌、月光舞、花舞、江湖灯、姜子托、红头桂灯、潮汕特色奖等地标、桂树、甲梅只等等的元素，充分展示了汕头界风土人情甲民俗文化。而且同时， 阿青、侨乡等队猜，也是学生会的创作界主要内容。传统文化和阿青会相结合，这座花灯成了汕头阿青神会传承汕头民间文化界亮好彩旗。它是以绘画、剪纸和书法相结合，并且运用了亚青会的主题。 我花了1周多的时间来制作这个灯笼，制作灯笼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乐趣。因为今年是由我制作了一个扭转的花灯，祝亚青会顺利举行。元宵之美，花灯如酒，不少市民游客热情多游，在往小公园上等，充满潮汕民俗特色的场景，让市民游客感受到元宵界浪漫氛围。很有潮汕的特色，还融入了亚青的元素。
今年的元宵节过得非常有意义。这些灯笼上面有卡通画，都是跟亚青会有关系的，所以这点也是觉得挺好的。元宵节弄这些花灯就很漂亮，很有意义。这些图案都是跟有那个亚青会有关的，华侨啊，这个侨文化这些都很好。站咩参加活动计，花好多山华侨、吊山商会推表、山头大客及广东以色列里间行业界各自事情推表。到现场，主办方为山头阿青王小会等超怪比赛获奖者颁奖。广东以色列里间行业呼叔或者能往子能学校嘅学生，也响应了党国功夫少年英雄为阿青助威。广东高部建议杜明南高音歌唱嘅。国家一级荧光，全国劳动模范唐彪，即个此本会集团的荧光组织，向着高部张脉、老百姓最美，甲华梦龙氏对望人，共同祝福山头阿青会成功举办。欢聚亚青，那个侨聚汕头，让世界华人、世界侨胞回来我们汕头看亚青，看到我们汕头的发展。如今，莫青惶恐上台会。接面召会、精湛乘车等等，拢必须按照要求出示健康码证明。这对于基本年超嘅后生人来打开用具，但对于陪着老年人来打，可能就会未够偷公公。为此，近期话似大力推广直程通行吸引系统，使广大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召会更加便利。近日，记者到此对住南面会议门口抬高，为对难而群众严格落实三逼车直送门工作。仔细检查口罩、体温及健康码，对有发热或者是呼吸道症状的患者，请行流行病学室问询。如何在前往就位的群众，无需要手机扫码，只要到直程通行吸入系统上刷身份证，就可以请行出入登记及健康码或康码的吸入。入面群众将身份证零接触放到识别设备上停留两秒，或康码显示并实时出现到电脑屏幕顶。好在手机未入网，或者是被熟悉操作的老年人拢表示，这种方式确实非常便利。非常方便，非常方便，这个都贵。我那手机操作又麻烦了。用整个面的是要更加忙了。实际的操作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年长的患者，他需要他的健康码的时候，他的手机扫码操作相当的不熟悉，那么也会造成这个老年群众的在这个预检分诊的地方滞留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利我们的群众就医，那我们医院就引进了我们的一个健康码防疫的一个核验系统。据医方介绍。自头直程通行吸入系统，故国嘅基础设施认证，全天保护隐私。或抗病消局对此国嘅政府服务平台界，国嘅健康项目消局库，确保健康项目消局上防患窗及吸入可行。依托公安部门认定嘅终端设备，可有效界保障个人健康消局采集及吸入服务嘅患窗。我们进入医院前还是要备好我们的身份证，然后备好口罩。有接触过我们近期从境外回来的一些人员，或者有呼吸道的一些症状的，那么也要如实的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反馈。那如果出现了黄码还有红码的情况，那么就需要肝病群众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到我们的发热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查验就诊的。此为严格指出，目前期间。为了卫生机构作为目前防控工作的重点区域，采用吸入或抗病的方法，可有效控制进出的能量，为测试改革或者老年人等特定群体。到目前防控期间，再往医疗机构就会照将自我交界吸入或抗病空间，从自月七号起，或者开展使用直程通行吸入系统工作，要求全市43个二级及以上公立民营医疗机构。数到二月二八号才完成直程通行吸入系统的部署和应用。下来我们再跟进督促要求各医院这个按照局里面的要求全部落实到位，让这个老年人不用使用智能手机，不用上网，就可以看病就医，方便了群众。近日，市区正面火锅的腰痛、不心及伤的石头火辣不止，该将生怒家去换移土凳，要饿到交通去塞车。此个时候，有交警同志暗号开摩托车经过，的这情况之后，立即到探明水开路，快速护送怒警就位。二月二三号下午4点，交警零五大队、四中队、副中队长高振华
驾驶经营摩托车前往路口接坑。到黄山珠江路口停红灯的时候，一只摩托车突然急停到右侧，后座顶的资料抱着的两件，神情焦急地向伊求助。原来两件才火外，到来不小心磕破的头，血流不止，急速伤危。小孩子一个人在玩嘛，在家里玩，爬在那个椅子上，然后自己玩着玩着不小心就那整个头往下面坠，然后坠了之后就撞到了，然后自己就一条很深的伤口，然后流了好多血，然后我们两个人赶紧先帮他止一下血，然后赶紧开车去到那附近的医院，然后医院那个医生看了之后觉得那个伤口太大了，必须得来这边附医这边做美容生好一点。因为当时路顶车辆在，通行较为繁忙，吴振华立即用对讲机向指挥中心报告，请求用土警力协助，并示意家长开摩托车对警戒去。一路上我是驾驶警用摩托车，拉响警笛，开启警灯，并向交警指挥中心报告行驶路线，在沿途民警的协助指挥下，打开了一条立式的通道，快速的将孩子送达到三大附属医院救治。高峰时段大概需要20分钟的路程，吴振华仅仅用了五六分钟就将两件送达医院。到达医院之后，吴振华又慢慢收资讯甲看护，看着小孩进那个手术室，然后他才跟我说他要回去工作岗位了，就很感谢了，很贴心，对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关心和爱护，感谢吴队长，我这里也有一份感谢信要给那个吴队长。谢谢，你要这么写一份感谢信，感谢吴队长。上靠天后，两件目送已经无大碍。得知这个消息，吴振华非常开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民警，在路面上遇到有行动有急需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在此，我也温馨提示市民群众，如果在路面上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救助的话，可以向路面的执勤民警求助，或者拨打110，我们会尽力的帮助。地处汕头开埠区界西南通桥楼，占用着桥文化，满载着海外调进的香草。元宵节的传说，直接和元宵文化活动到西南通桥楼古迹举办，学生会走入来队，体验潮汕功夫地位跟元宵节的习俗，热烈。潮汕桥文化活动由西南通大楼甲慈良桥东侧潮汕地乡研究院联合举办。功夫大会会主团成员张峰表演了功夫大会，学生会随后也进行了体验。期间，张峰也讲述了发生在自个界潮汕侨胞甲功夫底的故事。潮汕人在外拼搏奋斗，通过功夫茶来寄托对家乡的思念。西南通酒楼是一座砖角式的桥楼，老旧西装，原是汕头华侨李建社分社华侨服务社的所在地。昨日，这个曾经是潮汕桂芳界东庄站，也是华侨长沙滩亲界落脚点。如今，这个成了好在海外潮汕乡亲挥之不去的乡愁记忆。活动现场展示一个顺石地板跟落的地光，仿佛诉说着桂芳华侨对故乡的光荣和思念。据介绍，这座地鼓是一名80岁的老华侨于2017年葬送的。有一个老华侨，以前那个时候来住西南东的时候才17岁，跟他的父亲去南洋打工，住的时候那就是有一个天气的问题啊，所以船就没办法走，就来这边住了10多天。10多天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就到这个小公园，有个打蝎子啊，什么打怕下龟，买了这个纯溪的茶壶茶罐。那来这边冲公茶冲完了，就小小他就顺手带到南洋去，晚上的8点9点都要喝一泡公茶。他的父亲已经走了，但是他也老了，但是他还想着这边我们这个潮汕他还是家乡，所以把这个公茶拿来回来说要归给小公园。这杯功夫茶寄托着海内外潮汕界乡愁记忆，
平时功夫大概就是想要让学生会变帅，主动的功夫底的文化内涵，甲为咱处事的道理。有就算咱个内地方内就有，人就袂功夫的，人就用锁起来，另外就是咱个山头布。真是呢，好水个条件做一件，像南面用吃头毛个产业。当伊食到一袂浓浓个功夫底的时候，引起深深个思乡情。我将伊电话去上面，人家伊就钓山个清净。这次活动举办的时候，暗好是元宵佳节的传承。主办方为此还专门举办了团花灯、月灯笼、彩灯谜、食汤圆等，一系列的钓山习俗。这些都是我们元宵节的习俗，我觉得这些活动都非常的有趣。以品茶、吃汤圆、猜灯谜、画灯笼等活动，让学生感受传统习俗，了解华侨文化，更好地去弘扬和传承潮汕传统文化。近年来，摩托车被盗的事件屡屡发生，窃贼的胆是愈来愈更大，甚至是闯入停车场内底落手。存在在市区东下村，住到正面之间被掳走三只摩托车，住户会拢非常气愤。根据当下正在住户反映，为防止摩托车被盗，大家人集资到红洞楼的换上了铁门，请住户有所指点。如果不好明察，住户孙先生发现车顶铁门无锁，伊个摩托车唔见去。直接公共视频发现有偷车贼三个半米来路车。我发现咧，佮逐工驾车来，然后伊开门就去到间内，先开大概十分钟左右，开一只出来。所以，他把门关了，才开了走。要加半点钟后再来，就两人加同伙来就开两只出就算。伊去当时出来无超过十分钟，我讲因故装监控，唔知伊查无就讲害咱歹人知，害害咱加多个住户就着。就算。就讲分了得靠。哎，分了得靠。当尾停车场有三只摩托车被盗，还有一只电动车被撬了锁。住户会主答：铁门门锁并无撬开的痕迹，究竟是有人没得上锁，还是窃贼有所思，暂时还不清楚。盗车贼如此猖狂，正面之间就掳走了三只摩托车，这让大家人是既气愤又慌了。全部监控啊，现在伊来的时候多啲摩托无啊，咪解？台湾咪清楚，所以就自家所有东西非常严重。通过电视睇个报，帮个有路人当地个也去公安部门点啊，有当时自家事，等你礼拜天搞官方，你个即所以讲日时倒车都非常严重。就当时来点证出来来开两三只车去，就算很少做唔够上严重个。武术是我国传统个体育项目，是东方民族文化最闪亮个瑰宝。既然个强盛，亦有奇特个声令。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如今已经成为广泛普及的运动项目。自通过各自体育交往，我国武术已经开始到世界上流行起来，逐步为各国人民所喜爱。今日个懂起来，咱就先从拳术开始，了解武术这个项目。想想，因为我看到他们在练这个，应该是
拳路啊，我就感觉很兴奋，因为小的时候学过武术，我记得有什么五步拳。哎，既然你之前有练过五步拳，有基础，我们哎可以进来试一下练一练嘛。武术套路是一两串，含有技术甲攻防行语的动作组合，以攻守兼合、动静急促、刚柔合适等矛盾运动的变化，呈现个拳头两极平衡。弹腿，出拳，好，收。啊，你这肖峰，你这些动作能不能出来展示一下？我就每个动作都会，但是好像连贯性都记不太清楚，没办法。那我来跟你分解一下这两个动作它的攻防意义在哪里，你肯定会很快就可以记得住了。小技巧。好，包括我们刚首先从我们那个连环双推掌啊，连环双掌，一二先过来，好，一二，好，然后我锁喉，你就马上马步按掌，马步按掌，对，锁喉。嗯，好，下一个你继续。OK 的。好，再来是一、二。好，就是。是我哎，对。然后是有一个实战的东西。对对对，一、二，锁喉。对。好，然后你架掌，先架掌。先上去。对，好，踢，冲拳。好。好，开马步，转弓步，双冲拳，冲。好，提膝，交掌，正脚摁掌。然后连环推掌，转马步摁掌，锁喉，好架掌，好弹腿，马步冲，好收。强出的一点是姿势，如点在光。动作灵活快速，出手短，跳来高也跳来远，刚柔相持，快慢相衡，同时协定节奏分明，催化跳跃变化是伊个重要看点。哎，他这个是好像，他这个也叫二级腿，就是上一步。啊，右脚是蹬的，然后呢，左脚提膝，啊，左脚提膝，然后右脚，嗨，好，来你试一下，好，对，好，上，提开，哎，挺好，就是没有绷脚尖，没有绷脚尖。相比如安南通套路左手平衡格高精巧，动作复式手法多变，左手两大步伐顽强，攻击勇猛，想看医生作为技术之强。南拳呢，它就等于说是步行比较稳健啊，发力比较强悍的，然后呢，它是以发声吐气来助它的力量，手法比较多，腿法相对就比较少，但它喊得比较多。对，发声助力嘛，就是南拳的一个特点，其他长拳跟太极拳它是不可以发声的。力量力，联合国家规模组织，人类规模少分会最善，代表大家参与。太极拳多技术性，别具特色，要求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硬规则，以小胜大，以弱胜强，
宋其实是改起路，将来拉移归掉，再接拉过拉。这些武术呢，也是都有从传统武术这边演变过来的。像那个传统武术，他打个旋风脚，打个外摆连，他都之前就没有要求说要打个360、540、720这样的，只是哎呀，这个运动员他动作很飘，弹跳力很好，然后又有力量，从专车的眼里面感觉说，哦，这个人比其他的人好。竞技的这种武术，它就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体系，可以让大家更明了说，我大概打到什么程度算是比较好的，在某个动作上比较规范的，这样可能让大家更了解，更有助于说这项运动，这样竞赛的项目更好去推广出去。